来到尾声了，所以呢，带来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呢是刚刚是唱比较沉重一点的歌嘛，所以带来比较慷慨激昂的歌。这首歌呢是叫达玛达玛，父亲的父亲，也是我现在正在筹备的第二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之一了。那目前正在筹备创作当中，明年应该是明年底就会再出我的第二张母语专辑。那希望大家还有我的一封专辑一封而行专辑大家支持一下，然后下一张。这首呢是这个是泰鲁格战役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张照片，我祖父在哪里？看一下，好，你们那边看的最右手边像吗？最右手边，那是泰鲁格战役，在1914年的时候，我们泰鲁格族跟日本打了一场仗，然后从南投打到花莲，然后从木瓜溪打到南高山，然后打到南投，这样就大概打了3个多月吧，那我的祖父也是带领去作战的一个副，他应该算是我们泰鲁格族的副总头目吧，然后就跟着那个总头目哈鲁纳维一起作战。好，那我这首歌叫《父亲的父亲》，就是写他们从南投，就是我的那个祖宗八代吧，是哇，从我女儿开始到我，然后我爸爸，然后到我祖父。然后把他的名字都写在这首歌里面，然后如何从南投那边迁徙，然后从利乌溪到木瓜溪，然后迁移到花莲的秀林万荣这一带的故事，这样，那迁徙的故事。好，那手上这个叫口簧琴，那也是放在我的歌里面。好，前面那个吹的猎手笛是那个猎手，就是猎手薄手笛这样。啊，这是口簧琴。
靠的行，大马木我的行呀靠宝贝拉行，要我撒把先请检查身上的贵重物品有没有带好，然后如果有空杯空瓶帮我拿到吧台的侧边。明天铁花村的节目是草地谷会，下午我们有一场一个月一次的二手手作市集，欢迎大家可以再来铁花村玩，然后大家回去路上小心，可以的话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在票口有贩售一好立行的专辑，那大家有兴趣的话现在可以过去看看，还有纪念 T 恤，欢迎大家可以到票口看看他的专辑。